小狗也起床了。Good morning. Took a deep breath in the air. He didn't like it when I wore high heels, but I do. 是啊。Turn the lock and put my headphones on. He always said he didn't get this song, but I do. Okay. Goodbye. 现在是下午的4点。然后我们第一场比赛在5点半，所以要收拾一下准备去啦。打球必备还有一个三脚架，这个呢就可以录比赛，然后这个短的呢就是可以用手录着。七就是输了第一局比赛，很惨很惨的。刚刚说我在干嘛？不洗手。不忍心吧？不忍心。所有的比赛，先输了一局，又赢了两局，证明我们周日还可以打，耶、yeah! ！每次打完球都来吃 GQ， 上次也是，真的。中午好，不对，现在已经下午。我打了3场吗？2场比赛，赢输了一局，赢了一局，所以还有又是 consolation。
今天是比赛的第三天，10点钟还有一场。今年的 Island Open 就结束了。Thank you.